大家好，我是五 A 班的周成熙，我在这套 This is me 里面饰演的是 Johnny。 Johnny 是一个很热爱音乐，很容易追求自己梦想的人，他由内地下来呢，遇到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但是因为生活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梦想。但是他是不是真正这样摆下了自己梦想呢？如果你想知道，那你就12月5日晚上7:30来元朗剧院看我们吧。